孝子阿翔兰兰日前到苗栗卓兰体验露营管家的工作，而节目组邀请到黄湘婷及林莎两位来宾来享受当游客，这也让孝子直呼不公平。而来到园区中，兰兰却提议来个丑照比赛，大家也为了丑照想出奇招。其中孝子拿出夹子夹脸，扯掉夹子时孝子痛苦惨叫，而摄影师还幸灾乐祸，表示视焦没拍好，吓得孝子是崩溃大喊。不过最后游客评选最丑照片由孝子组胜出，而在场大家也直呼真的是货真价实，心服口服啊。Bye.